交叉走步一共有四步组成，左脚向斜前方前进，右脚后退，左脚向旁，右脚向斜进。这个动作我们可以在每一步出步前做一次收腿。也可以不去做收腿动作，而去强调我们的骨盆摆荡。我们还可以用踢腿的方式去跳这个动作，每次在空中做一次换腿。